我是比较想看瓜戏。我心疼贝贝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卡。NGO 臭虾米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林冠臭健会的秘书长是一雄。雄。人权是林冠。林冠。台湾人权促进会，啊，阮台湾会甲足侪 NGO 平常时就是诶监督阮的政府啊，然后违法啊是侵害人权的时阵，阮就会写文章啊，也是组织人民来抗议吼，所以拜托大家会使支持阮台湾会，让咱来继续拍拼，来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的人权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高维新，那我是对家人女中都毕业的学生，现在要去新闻系读大学。那我是自小汉就跟阿妈讲台语，因为是和阿妈带大汉的。平常时也蛮用台语跟身躯边的同学，也是朋友做伙来开讲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芬，我今年毕业为家人女中，今年要读中兴大学。我伫咧高中的时阵是台语拢读的选手，伫咧111年的时阵有摕到全国的特优。啊，即摆是咧比台语，唔是咧比嘉义林冠的概念。中心的 NGO 工作者甲前头讲台语的高中生写表，跨乡人会当用刷牌台语规划公民与社会课程，双方表得力表台语，输的那边爱到出作品送给对方哦。因为我知影我应该会输，所以这是一个社会运动的民警吼啊。定点有阮的考核吼，就是这个顶天立地，顶天立地，挺拎宽宽宽，磕磕磕宽宽。哦，这是咱家人的名产，伊是一种粿啊，啊有就一种口味安尼，就等于那输起，咱就大概分享一下。公阿弟朴树康，每一题十分，学生分数较悬的一边，优先回答后一单元。警方临检一间当地举办派对的徛家，临检的过程开放媒体现场转播，把参加派对的人带返去警察局调查，而且强制因验尿验血。事后卫生局公布，参加派对的人内底爱做感染者的主席，根据顶文下面的描述做一项检查。卫生局对公布资讯的人，卫生局对去向公布资讯的人，应该负国家赔偿的责任啊。其实这是一个隐私权议题啦，国家袂使伫个无法官的文件的时阵呢来钻入去人的厝，钻入去人的厝嘿。1996年，台湾发生一件女童命案，关心认定的嫌疑人，今早的时去予人刑到自白真多，法医依据自白判决死刑定案了后就甲枪决，后来却发现伊是冤枉的，犯罪者是别个人，请问以下倒一项正确？犯罪者的家属会使依法请求国家赔偿做救济。下面倒一挂是台湾为着实现实质平等所做的积极相关措施 ：A. 国政党不分区立委的名额，妇女人数未当比总数的一半少 ；B. 民法甲车医护的住宿做住宿，修订做爱双方共同协议。C. 身心障碍者参加考试，会当申请提早入场，也是延长作答时间。D. 若是领教育部公费，毕业了后必须接受分管甲服务满一定的年限。E. 保障弱势群体就业，强制要求请一定比例的原住民。A. C. E. 保障弱势群体。保障弱势群体。弱势群体。就业。强制要求请一定比例的原住民。台语主播一流水，用刷牌台语报新闻，过关加十分。副总统赖清德正前担任行政院长的时，推动数位身份证，不过有真多治安争议，计划动点，首相也向政府要求赔偿10亿元。有国民党立委呼吁。赖清德应该针对数位身份证为什么无法度继续做说明清楚。赖政部处长表示，相关的成本确实要全面吸收。我是家己感觉讲，若是要设这个政策，当然嘛是会使，啊，不过要有完整的法律去保障咱的权利，安尼才袂让咱的
一寡个人的自信，去予别人知影，变作咱无温书权。文化问题一点一，用台语听闽东大社会议题，讲到清楚正确，就摕五十分，真正留只约会英国的好机会。遗嘱权甲财产权拢是咱的基本权利，不过有人在所在属于非正式主体，请解释什么是非正式主体？非正式主体哦，伊咧讲的就是有一挂人因住伫一个所在，因的厝嘛有纳税，嘛有明白，也唔过这个土地是国家所有的，所以之前在台北的化工社区拆除的案，就是咱政府来各家人民吼啊，甲因赶走。也唔过伫联合国的人权的公约，伊会讲每一个人有一个权利会当和平、安全、有尊严的住伫一个所在，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。啊！不可思议！这一片啊，金多霞，我看看这么假的。这是阮家人的名产，嘿，这有足侪种口味的，有土豆啊，啊，搁有牛奶，哈，啊，搁有什么梅啊，搁有搁有麻啊，麻是澳式的。啊，这是土豆的，土豆，绿豆的，绿豆，嗯，金多霞。今天是在就这领馆的议题，领馆领馆的议题，啊，会使真欢喜，会使用台语来跟你交流一下。嗯，我蛮真欢喜。哦，对，就这领馆的知识，安尼啊，头一届用台语来做这种节目，来参加这款活动，就意思的。哦，对，就这物件。多谢。啊，多谢多谢。恩师兄，臭虾米。伫领馆的议题内底，足侪弱势，弱势，弱势，